都是越南人，然后他们成立的，从台北到南部，他们想有一个新竹领导，因为他们要帮助我们台湾国家很有想法。对，那菲律宾呢？菲律宾就是我们唱歌，<笑>一起唱歌。你好，我是。 Jen老师，大家都可以叫我黄琦妮老师。对，黄琦妮。应该今天我们也差不多可以开始了。好，真的可以嘞！嗨，进来，你好，好开心认识你们哦。啊。 然后这个很长，我们就是生日快乐，狮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菲律宾的是 Maligayang Kaalawan Times Two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 ，Maligayang Kaalawan Kaara。 Maligayang Kaalawan. Because today is our birthday, we're going to celebrate Taiwan's 10th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, Taiwa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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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inese!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要快乐，一定要快乐，生日要快乐吗？要啊！祝你 Taiwan 快乐 ，Yeah！ 啊，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 没事没事哦，然后我会听的出来，美食很好吃哎，可是我们对那是菲律宾的，真的我们的那个听的能力，分我们的台湾的语言真的是不一样，美食还是美食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真的是哦很好玩。来，那我想你们大家认识一下，我们有那个 LED 二，这个是我的。 名片，然后我也顺便介绍给大家，我叫黄琦妮，然后大家叫我 Jane，我真的是老师，我是老师毕业的，然后呢，我是在国中要什么上课，国中不是小学，国中，然后我是社会的 major， 就是。 跟人呢，文化啊，这样子都是这样的学这种的部分，所以我好喜欢学台湾的文化。然后你就说，我好可怕，台湾有什么不好的文化呢？<笑>都是很好，都是很好。然后我是什么呢？我有两个专业的工作，第一就是老师，然后我也在台湾教师了。 可是因为我选择的那个好妈咪在那边，我自己照顾我的两个 baby，那是我的 baby B B K and B B Z， 所以我对，B B K 有没有很可爱？哦，好像汽车的那个车的车牌，对不对？ B B 就是 baby 的意思，所以如果有菲律宾的，你们会这个 B B B， 你们就知道了，那个意思是宝贝啊，有没有简单？宝贝对。 那我的另外一个专业工作就是主持人。
其实在台南呢，我有主持很大很大的活动，我们在基美博物馆吗？对吗？基美博物馆办的就是义工大活动，然后那时候很特别，因为他们有送了一个 G6 证给一些外国人，很优秀的外国人。Yeah,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你的朋友。然后呢，我的之外就是自媒体，你知道什么自媒体吗？就是网络媒体，我自己有网页，这就是我的网页在这里 everydaywithjen.com。然后我自己的品牌就是 Wow Taiwan， 都介绍 Wow Taiwan 的好处。然后呢，我也有 YouTube、Facebook 还有抖音，因为就是都在介绍什么台湾的好棒好棒的地方哦。还有呢，小朋友们，想不想学英文呢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学英文哦，一定要学英文呢、啊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送你，你好棒哦，这个是初步课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个的 Wow Taiwan 可以顺便学英文哦，就是会让你听一听台湾的好好地方，然后好吃的东西美食，不是美食，就是美食。然后呢，就是可以学习英文。好，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我的网页，所以我的网页上面都看到我们台湾的漂亮的地方，还有呢优秀的菲律宾人，所以可以多了解。来，这个影片是我要给大家看，然后注意一下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然后这个影片呢，等一下它有很特别很特别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。有没有很特别的婚纱？
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哦。是 Sony Sony， 谢谢祝福卡。那不含有清酒，不含有那个中礼服，还有什么一样的？父母带之茶，父母随心两代之茶。对耶，谢谢你回答很好。对啊，父母那个也是一样的。那。谢谢谢谢，那我要请问大家，在台湾，请问你们的朋友会讲话吗？祝福你们就是新娘跟新郎吗？会吗？会不会？就是在化妆间的时候会来化妆间，你在化妆的时候他们会过来。对对，谢谢你哇，谢谢我有花朵就感觉很棒。那可是，在菲律宾，他真的会特别站在中间，然后会讲那个新娘跟新娘的谈恋爱的故事，这样子，是不是很西方人的味道？那我们台湾可能会不好意思那样的感觉吧，对不对？很不一样。如果是我回头。感谢神，我在这里搬的，因为我会晒，我会不好意思让我的朋友像弟弟会讲，这样啊，我地球人的时候跟我们讲婚礼的部分，我们会不好意思，然后看到他的先生这样，我们可能会真的会比较会不好意思的。好，那下一个的不一样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哦，我们的结婚的方式。你们应该这个第一次听到，在菲律宾如果要结婚，一定要看女方的女生在那里，然后一定要搬到女生的地方。这里不一样，都会看着哪里，男方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还有要听着看这个男生能不能要我的女儿，这边另外这个会不会当好媳妇呢？是的，就是这样，那个就是差别很明显。真的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 wedding ring， 那个是我跟我先生发生的事。我们结婚的时候呢，在菲律宾，我们已经要走路，要跟一个商户讲话了。然后这商户说：“好，拿出来 wedding ring。”要 wedding ring， 他就说：“啊，这个是你的 wedding ring， 这个。”这个是 wedding ring， 他因为在台湾就是你特别选择什么，就是送你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次结婚，在菲律宾不一样哦，菲律宾一定有那个圆圆的像 Lord of the Ring。Jack， may I borrow your ring? Did you bring your ring? Please bring your ring。菲律宾的那个 wedding ring 一定要 gold。金色，然后呢，一定要硬的，硬的，不是这样软软的，不是那种。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哎呀，谢谢。好，Thank you, baby。一定要这样使，一定要这样使的，然后两要一对。它都素色的，都没有雕刻还是都没有，就是最基本就是一定要那样，一定要那样，然后呢，一定要装到哪里呢？一定要穿到你这里，你这里，你看，穿那么多，看，一定要穿到这里，这样子，然后要给大家看，喂，我们结婚了，一定要这样。然后呢，问题来了，我老公说，那我的呢？我说没有啊，因为你应该要准备，不是我。可是我们台湾，我发现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一样，可是是不是我们积极准备的？让女生准备给男生，男生准备给女生，是不是这样？或者如果你们是很好的，就是你们可以一起买。可是大部分我们的文化真的是这样，女生准备给男生，男生准备给女生，是吗？你们可以介绍一下，因为那个是我知道的文化。所以菲律宾不一样，一起去选，一起去买。所以那时候我说我没有准备，只有我一个导演大学。他、每一个岛的语言都是一种吗？是。哇，问得很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的大学有重点的岛，比如说有很大很大的我怎么说呢？比如说台北、新竹、台南都是大的地方，一定有大学。
那我们菲律宾也是在马尼拉北部、中部还有南部也有自己的大学。那语言怎么办呢？怎么沟通呢？我们用英文，还有菲律宾语。像啊，我们很奇妙，我们还像台湾人，台湾人有台语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是全部人讲台语。我讲台语一点点，可是呢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用什么沟通呢？中文，这是闽南话吗？对吗？闽南话是台语吗？还是闽南话是中文？台语。那我们叫中文，菲律宾文也是，我们用菲律宾文跟英文沟通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很有趣？因为你看你那么多语言，真的很难沟通了。这个是我明天的，要跟大家介绍阿德伯哦，这是明天的。所以，对呀、希望给大家吃吃看我们的菲律宾的好吃好吃的阿德伯，很像我们台湾的昆布，哦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lantern。那这个特别的部分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从小学到 high school 都在做这个，因为在台湾过年很重要，可是在菲律宾是 Christmas 圣诞节很重要，所以为什么颜色一定是绿色、黄色、红色？因为是 Christmas 的。那这个是可以做大跟小的版本，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很大方，我们做大版本。然后呢，我给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，你看我准备都是很好的料理，大家都可以用哦。然后呢，等一下真的很简单可以做，因为我已经帮你们稍微做一下简单的步骤。对，可是回去一定要用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，可以跟你们的小朋友，因为很多，你可以吧？谢谢。那我们等一下那个手作做完哈，我们还要跟老师大合照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关灯，然后真的可以用蜡烛，真的。画了三条线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来，你们先听老师的话哦。这个呢是有用的，使用的两个，一二是放在上下的部分，在这里一二，然后呢第三个是这边扩子的我们那的地方。好，那先帮忙剪一下这个部分，来剪一下那个位置，来一步一步来。那到大概几公分呢？两公分，大概两公分。就老师已经帮你们弄，所以目前这样就可以很多时间了。对，慢慢剪，要漂亮。对，不然如果还要这样子，你们等一下很紧，就没有办法完整，这样就会有珍重感了。对啊，所以老师真的是很用心的，帮你们一个一个画。全部都花过了哦，真的，全部都花了。Yes。那你们剪完就跟我说哦，我们一起做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因为下一个步骤不容易哦。那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当然是要拿我们的绿色的 A4 paper， 绿色的。然后呢，大概如果在家里要自己用，就要用一个线，三条线，然后大概两公分。然后目前呢，老师有帮你们弄了，所以现在就要剪就好了。在这里有看到吗？一二三。那么那个是什么使用呢？就是我们这里一二
三，等下结束的时候就可以放。好嘞，先剪一下，因为那个一张很重要，那个是我们的重要的部分。啊，还好多个，大家都可以使用来。来，你们先。来，再需要。那先不要粘哦，先当我先。在家里可以用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做的？这个怎么讲？我忘记了。胶水。啊，胶水 ，sorry， 眼胶水都忘记了。其实可以用胶水，可是我想到有 baby 会做，所以我贴心，所以我用那个什么双面胶，这样安全多了。那怎么用呢？就把双面胶这样子，这个两面都可以用，所以把双面胶放到这里。上面到下面这样，然后呢，念完的时候呢，就卷起来就可以了，这样看到了吗？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哦，帮我卷 ，Thank you。这样你搞的，Thank you baby，and then 然后呢，就是这样子把它粘起来，这样完整第二个步骤了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谢谢你。来，因为第三个部分很难哦，会靠你们的肩高的能力哦。这个漂漂亮亮的，那怎么弄呢？要这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直的，要横的。然后呢，折一半，呀，这漂漂亮亮的，一定要漂亮的。对，这一半，折完了吗？我完成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剪不对，有没有？这个小朋友剪不对就完了，一定要注意。好，一定要注意。来，看老师这里一下哦。有没有看到有两个部分？这个是可以开的，这边不能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么剪呢，就是这样剪。我们大概想一公分是我们的那个指甲的那个大小这样。然后怎么剪呢？第一个的部分就是要剪完整，第一个部分这样。第二个部分到底就不用了，就要大概有2公分，这样就是我们就有椰子了，这样，有没有？再剪，到下面这样，大概1公分就刚好 ，OK 吗？好，试试看，看看你们的剪刀的能力会不会呢？第一个是要全部剪完，第二个就是不用剪，就是要大概 yes 大概有2公分，有2公分，好。这样再下剪起来就完整，大家全对啊。弟弟，你要不要我给你一包啊？我还有一个一包，那就别加了，好 OK。对，好棒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他真的过了一个蜡烛，哦，送你啊，没关系，送你，完整跟我讲哦。这不是第一条剪掉，现在有什么重要？为什么第一条剪掉？哦，因为呢，这样是，想想看，我们这里就少了1公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要剪那个第一件，这边真的是一圈的，都有衣服，没有地方没有衣服的。我们台湾朋友们真的真聪明，会问为什么，真的很聪明的。对 ，very good。完美 ，OK， 我相信你。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，我从小到长大都会唱那个一个 Christmas song， 就是 Oh Holy Night， 有听过吗？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，
我觉得不是我的声音好听，是你的麦克风。没有。没有机会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是转个一这边，这个地方一。好，给你们看哦。还有另外一部分，这样有看到吗？这个上面跟下面都要转个面，所以慢慢来。因为双面胶很黏，就是说明一下，真的很黏，所以慢慢来。嗯，一步一步来。啊，里面这里上面跟你就是可以来的。你好，姐姐快好了。慢慢来哦，慢慢来哦，先先黏哦，慢慢，你看就黏黏少了，哦，耶，因为念念不对，就真的整个你辛苦，整个要对，整个要，有吗？说明要检查一下哦，好的，对不对？好像这边没有双面胶，没关系。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这边这边还有。我有买流干吧，这个我都留给你哦。这里这里 yes 这里 yes。这个因为我们从大学来，真的是 sorry 不要紧。对啊，被压扁，再加上哦，真的被压扁。好的 ，OK 呢 ？OK， 好念，赶快念，会不会念？你会不会念？好的，那你念哦。那你念的时候，一步一步来，上面，然后再念下面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这个真的要加油哦。要念的时候，不是这样。来来，听你的音吗？你也念歪了，所以我的女儿念歪了。好，来听吗？好，这样注意大家，我们不是上面跟下面有念双面胶，对不对？然后哦，你看，真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念到这里，然后呢，念到这里，这样。哎，你还没有拔掉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下哦。拔掉一下，可是要小心，不然会粘住，就真的你就要做这动作。这样子，看到吗？然后把它转，慢慢转，这样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出来就行了，对，慢慢转。我们今年。慢慢转。今年办的没。慢慢转。今年。完整，有没有？完整了，好 ，OK。等一下，还有在下面。咱们今年的一个，在等一下的是这个。好，那在晒的时候呢，可以放在你们的小袋子里面。或者我们这边有没有垃圾桶都可以，来。耶耶，我们这边就一个菲律宾圣诞节灯笼吗？灯笼出来了。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步骤哦。Okay, very good。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步骤哦。对，还有更难，那个下面的这个，这个你要装进去是有一点困难，所以加油，我们要加油，一定可以完成的。Yes， 哇耶，好漂亮。Yes， 最难的步骤了。最难的步骤了，来，最难来了，伤脑筋的最难来了，大
快点拿来你们的彩虹的字，彩虹的字，有没有看到彩虹字呢？耶、yeah, ，这个，真的注意这个很难哦，真的很难哦，说明真的很难哦。怎么用？把你的做的这个，然后呢，你要来描一下一个圈圈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圈圈在下面？那个秒的不一样哦，所以你要自己秒，这样。没有那个秒不一样哦，要自己画哦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有一个铅笔，等一下给大家使用。这个是彩虹字，放在下面。然后呢，下面是不是看到有一个圈圈？你在那边秒一个圈圈。这样秒，你念哦，秒完了以后，有没有看到有圈圈在这里？秒完了以后，你要剪外面有白色的空间，这样。然后呢，还没有哦。所以我们以前做美疗真的很有趣，也一点不难。然后呢，你要剪半公分这样。这样是像我们在剪布，然后大体安呢。哦，这样，不能剪全部哦，就是在你描的那个圈圈在那边。锯齿状的。对。因为我们不要放外面，我们放里面，这样看进漂亮的一个。就是屁股，就是像讲屁股好像很不好。那个我们放过来给他们看，他们应该也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我快剪完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哦，快剪完了，等我一下下哦。哦，真的，这个我会考考我们的能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容易哦，这个灯笼感觉好像很容易，就是做的时候原来，哦，也会有用我们的过脑哎，yeah. 然后呢，好的，我们的那个双面胶，剪一下四个小的地方，这样，看一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呢，四，谢谢你，四。三下东西 ，yeah， 然后这边呢，我们要把它变成凹进来 ，yes， 凹进来，它是不是边有那个圆圆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捏我们的这个一，然后呢？二，一样要小心，因为真的很黏。这样，哦，可是这个你碰到这个，这个是最难的了，其他真的没事了。对，真的这个是最难，其他没事。然后呢，拔掉的时候真的要小心，真的大家要小心，真的。所以这个灯笼真的不容易哦，因为我们喜欢做完美嘛，不要放外面不好看。我们要学习把它放在下面，然后呢，完整咯。等一下我可以帮你们的，没关系，你们不好放我放的。来看一下怎么装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来，注意看哦。你看，我把我的手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我先把一个部分有这个，双面胶这样。捏一捏，捏完了，你再去第一个部分粘住我的手，你看真的很粘。然后呢，这样，慢慢来，好，这样，然后呢，也要按摩一下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这边。粘住了，好。
好，然后最后一个在我的手，我就拔掉一下。这个还可以吗？不要浪费。Yes， 然后你在下面其实还可以加长了。我们先稍微粘一下。哦，不厉害。Yeah， 所以这个真的啊，会高考我们的能力粘东西。不过我粘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一定可以粘的。好，这样，然后一直按摩，按摩到全部都可以进来。可以啊，你要帮忙吗？好啊，我先帮着我粘。一定可以的，我看看有用，所以一定会进来。进来了，哦，不容易，你看有一个出来，放回去。好 ，OK， 完整吗？有没有？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然后要按摩，这样等一下放蜡烛不会掉 ，Yeah， 好 ，BB 你这边在你，这边在你 ，Thank you， 你要帮我来，好 ，BB 这边我在教你，我说你，哎，不乖，就进去。你们都可以在家上面加在下面，需要我的帮忙可以跟我讲哦，这样就哦，他会就粘住了，这样好，耶，哦，你看完整了，现在拿掉，对，可以帮忙，哦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你要用上面加，对，一开你这样是很小的，你先做，你可以用这样。因为我为什么我们要那么难呢？其实老师，我们可以装进去就好了，是不好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真的比较小，所以不好捏，难的好撇。Yes，Don't worry， 一定可以用蜡烛的。因为呢，这个纸是很厚的，然后你拿上面，张飞拿那就是看像我们的戒指啊，或者双链啊，项链，很像项链。我可以撑得住，你看撑得住。我直接蹦。你看这个很有趣哦，你看哦，这边哦，很有感觉了。你贴了完了以后，更有感觉。因为我们要贴、啊，你看你们这样，要有一点点的颜色最好看，一点点这样，可以吗？有没有看到？然后粘圈的，这样完整，有没有？很好看，然后下面也要。对手工很有兴趣，那个弟弟，都一样啊。对啊，跟你一样啊，对啊，也是这里。下面一样哦，要有一点点的颜色，这样子真的看到很完美的。
我小心，刚刚已经用到我。这个蜡烛掉了，谢谢。绝卡。我念好了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剪一部分在这里，这里最后的，这个，哎，你要后面加多少？结尾一下哦，结尾一下，最后的，在妈咪这里，我已经帮你了 ，sorry， 没关系，一起呀，妈咪帮你了，反正都是你做的。最后一个是这样子哦，上下这样演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手拿的地方。因为如果是那个胶水，不会马上干，这个就是，然后怎么放呢？就是从这边绿色这里。然后到这里，这样绿色的这样很好看，粘完成了耶！这样是不是？妈妈，你忘记了把蜡烛放进去。对，我们一起点来 ，ready ready， don't worry， 帮你祝福你哇 ，king， 国王祝福你弟弟，你好棒哦 ，sorry， 哇，你好棒，弟弟。哦，你要我帮忙吗？好啊，你给我你的那个彩虹的，不真的。哦 ，Don't worry， 我有。哦，不要哭，我有，不要担心，我有，我帮你，好不好？我有。嗯嗯。好，这样。我们的剪刀呢？剪刀呢？在哪里呢？剪刀呢？妈咪，这边。你的剪刀，哎，sorry，OK，好，我帮你 ，Don't worry。我就有多的，这样就。如果没有就可以帮了。好了。哇。你有没有那个铅笔吗？铅笔。啊，你可以讲。我刚刚买了一个。快了，大家都快了吗？大家都很认真。Baby 真的要做完，他们都要做完。嗯。呀，这样就。这样就有做完了。哎，我们的 baby 们好像很满意，好像变成他们的小包包了。好了，这样会坏掉了。现在它是纸而已，不是笔。好可爱哟。掉了，它的妆被掉了。你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做啊！你的那个边红，在那边。怎么会？来，这个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来拿一个 chopstick， 就是会。有光。光。我的呢？耶哇！然后我们就可以唱歌了。哦，来唱歌，这样往旁边，对不对？然后用这个筷子夹住，真的可以拿，可以拿。专业，我会烧掉的。不会，你看好了，你看，关灯，已经关了。有亮啊！你看有没有啊？在下面有。来，如果这么暗的话，真的很难看。真的，看看，而且我们的纸过。来，进去里面试看看。好，我们进去。好像我们在那个。好聪明。有啊，你看，整个关起来了，整个关起来了，哦，是不是有？
外面的看不到。然后稍微也偷看一下的。哎，小朋友不怕暗呢。那每天跟我们一起关灯的也没有。我的，我的。好，我的。哦，回去，回去。我们出去在外面好，是一个图书馆，学校现在在。好，小爱。要不要脱口罩？你要不要？